美国前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于2018年11月30日去世。他1924年6月12日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米尔顿市。1942年18岁生日时，他从马萨诸塞州安多福的菲利普斯学院毕业，随即加入海军。1943年6月，老布什正式成为飞行员，他是当时美国海军最年轻的飞行员。1944年，这名未来的美国总统在太平洋上驾驶鱼雷轰炸机在富岛上空执行任务。尽管飞机被高射炮火击中，他依然完成了轰炸任务，然后转向大海。老布什后来设法从燃烧的飞机中跳伞求生，但他的两名机组人员都遇难了。美国海军的长须鲸号潜艇将老布什救起。由于这次经历，老布什被授予杰出飞行十字勋章。1945年1月6日，老布什与来自纽约的芭芭拉·皮尔斯结婚，他们一共养育了六个孩子，乔治、罗宾、杰布、尼尔、马文和多罗西。二战结束后，布什进入耶鲁大学学习，1948年以优等生的成绩毕业。他和妻子搬到了德克萨斯州，在那里开始经营石油生意。老布什1966年当选国会众议员，在美国众议院为国效力，直到1970年。1971年，时任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任命老布什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直到1973年，他出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1974年10月，福特总统任命老布什为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1976年，福特任命他为中央情报局局长。1980年，老布什参选总统，但最后是罗纳德·里根赢得了共和党内初选，并最终获得提名。里根随后选择老布什担任他的总统竞选伙伴。1981年1月20日，老布什宣誓就任副总统，在这个位置上，他连任两届。老布什1988年当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随后成为美国第41任总统。在他担任总统期间，1961年以来就象征着共产主义压迫的柏林墙在自由的呼声中倒塌了。东欧国家也逐渐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实行自由选举的民主国家开始站稳脚跟。1989年，老布什下令美国军队进入巴拿马，推翻诺列加将军领导的政府。诺列加让巴拿马成为毒品恐怖主义的天堂，后来他因毒品走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老布什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他在海湾战争中表现出的果断。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老布什发出了明确警告，承诺保护沙特阿拉伯并解放科威特。他组建了一个30个国家的军事联盟，于1991年2月解放了科威特。沙漠风暴行动向美国和全世界展示了美国军队的强大实力。老布什退休后，他的儿子乔治 W. 布什后来也当选了美国总统。老布什还与克林顿一起，为在印度洋海啸中受灾的数百万人筹集援助资金。老布什当年在总统就职演说中希望美国的目标能够超越我们的视线所及。他还表示，美国的理想和所代表的价值观在世界上很重要。老布什去世时享年94岁。无论是在船上服役、驾驶飞机空战，还是从水下发起攻击，老布什的海军生涯塑造了他的一生，使他成为一名更好的总统。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当时还是学生的老布什听到这个消息，决定加入海军。一年之后，他开始接受飞行训练，然后被分配到圣哈辛托号航空母舰上服役。老布什也成为当时美国最年轻的海军飞行员。他们从新泽西出发，经过数次调整及反潜巡逻任务，老布什发现自己在菲律宾海海战中第一次处于危险之中。在老布什的飞机还绑在甲板上准备起飞的时候，他们的军舰突然遭到日军攻击，老布什和他的机组人员被困在飞机上。他们能做的就是祈祷榴弹不要击中飞机上挂载的炸弹。脱离危险后，老布什的飞机立刻起飞了。起飞后不久，他们发现飞机在攻击中受损，造成油压下降，他们被迫在水面降落。
圣哈辛托号航母继续在罗塔、关岛与帕劳作战。老布什和另一名飞行员因击沉敌人一艘小型货船而受到表彰。在8月1日，他被提升为海军中尉。随后，他们前往小笠原群岛。在9月2日清晨，老布什开始了他的轰炸任务，就是这次任务后来让他获得了杰出飞行十字勋章。在接近目标时，老布什的飞机被猛烈的高射炮火击中，引擎开始起火。老布什继续他的攻击，冷静地投掷了4枚炸弹，完成了轰炸任务。由于视线被挡住，又担心飞机会爆炸，老布什在飞了几英里后迅速右转，准备和机组人员一起跳伞逃生。但不幸的是，只有他一个人的降落伞打开了。有几个小时，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然后我看见从海里伸出了一个潜望镜，接着一艘潜艇浮出水面。感谢上帝，它是我们的潜艇。在接下来的30天里，老布什在潜艇上成了一名瞭望员，分享了救援其他落水飞行员的喜悦，也感受了潜艇被深水炸弹攻击时的无助。老布什在夏威夷上岸后，找到原来的海军部队，并重返战斗。1944年12月，他的部队被召回，老布什前往诺福克。在他的海军生涯中，老布什一共执行了58次战斗任务，获得了杰出飞行十字勋章和3枚空军奖章。他有126次航母降落的记录和1228个小时的飞行记录。我在海军的日子教会了我友谊和自由的真谛。回首过去，我热爱的海军中服役的时光，在圣辛哈托号上的3年，在51鱼雷飞行中队服役，这让我从一个胆怯的孩子变成了一个男人。作为海军的一员，我喜欢在海上，大海让你感觉像是在一个私人的空间。当伊拉克拒绝在1991年1月15日之前从科威特撤军时，沙漠风暴行动开始了。在美国东部时间1月16日晚7时，美国总统老布什宣布盟军对伊拉克的进攻已经开始。随着空战的开始，U-2侦察机的行动从和平时期的高空侦察转向了紧急侦察，大部分侦察任务由1704临时侦察中队执行。U-2追踪伊拉克军队的部署、武器库的建造、检查炸弹的破坏程度，甚至监控波斯湾的大规模石油泄漏。U-2提供了美国陆军90%的攻击目标情报、50%的图像情报，以及整个战争30%的情报。在沙漠风暴行动的6周时间里，U-2共出动260架次，飞行时间超过2022个小时，平均每周执行任务超过43次。飞行337小时。